对，好，再来呢，因为我有看过，就是之前你们有爱爱舞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今天现场的，其实很多的粉丝也很期待，要不要教一下下，或跟大家分享一下下怎么跳？其实在很多节目都分享过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我没看过，所以要在这边教大家。我不要啦，真不要。学完了你会很幸福哎。我就看着你们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棒了。对，来教导大家一下，香蜜在哪？不用再模仿了，我们就正常恢复你的偶像本色就可以。我做你讲好了。好，是你讲我做吧？我讲你做好。好了，这个爱舞呢，其实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张呢主打歌电视的一个精髓。然后他其实在做的时候呢，为什么叫爱爱舞？因为他有很多下半身的律动，好不好？所以在做的时候切记一定前后左右尽量不要站人，要不然会有点尴尬。嗯，我也不要站人，对，不要站左右。我后面我站上面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，好了，后面 OK， 但前面尽量不要站，前面不要站。好了，我们简单示范一次。好，五六七八 ，and 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二二三四，哎，顶出去七八，好，哇，他其实在做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讲是比较慢，可是如果拍子比较快的话，他会做起来非常性感，也有爆发力。对，练好了没？我们把拍子加快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重点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而且我刚才跟大家。